我谢谢你，别想忽悠我，双 Q， 我谢谢你。挑战每天帮一位粉丝挑一条手镯，来这样行？五六千，四万的预算，半山半水，湖水蓝，哎，这个预算选择性就很多了。走，直接去市场吧。这手好漂亮啊，这手碟子特别诱人，而且飘花它不多不少，刚好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啊，好好看，好好看。哇，这条满黄好好看呀，像这种就是属于特色镯了。你看这条，其实我们实物看它是偏情蓝色，很浓郁，但是它也是尖光失色，颜色特别浅。我们要找的是那种浓墨重彩的调调。那这里有一条湖水蓝色系，但是很可惜圈口太小了，小手真的太幸福了。就这条我们看实物，它也是湖水蓝色系，带点小飘花，但是颜色还是稍微淡了一丢丢。这条它也是属于湖水蓝色系，颜色比较浅，这边是带一点黄雾层，这个还缺一点感觉。说到湖水蓝，必须来姐妹花这里，你看。这一手，我已经看这一手货看好久了。这怎么走？一手一共有五条，手走二十嘛？一手走二十是吧？单条嘞？单条五万一条嘛？肯定是要选货头的嘛。两条货头，我已经帮你分好了，两条货头。怎么动不动拿货头啊你？买就买好的。我也想卖好的呀。这两条都不错，这个颜色深了一点，这个我也不要，我要这个。来，去自然光看一下先。我们自然光来看的话，肉质是非常细腻的，种也老。像这些边边角角一倒角就没有了，那么整体它是有点渐变调的蓝色系，非常有韵味。姐妹花开价五万，她今天真的是走我的路，让我无路可走。走开，阿姐，没有，今天不打游戏了。今天哪有那么多游戏打？赚钱重要。赚钱重要吗？我现在是打游戏重要哦。哪里啊？你重要，你重要，你来了我不打游戏。啊，游戏机会。懂了懂了，你看现在果然换了个发型，人成长了不少了。就谈这条货头，好吧。四万一手走，等我先去取了，我再来收这些。本来就是四万一条啊，一起走的话，四五二十。你拿的是货头啊？我拿的是货头，那货头你打多少？你单打的话？把货头买了，我剩下的不好走。那货头你说你单打打多少？他拿一条六万吧。一条六万，啊、你刚说五万哦，单条走五万哦，你没有说货头货尾，你说单条五万，那就是五万了。我说的是一手走的价，和你单条买肯定。一手走的价，好，你听我给你捋一捋，你看二十万是不是？五条你看二十万，卖价二十万，不是开姐姐？对，卖价二十万，那也就是一条是四万块钱。你说单条走五万是不是？但你没有说后头后尾，所以说我今天拿这条四万块钱，起货起涨了，我来给你收这一手，有没有问题？你也不用担心。我只想问你后面的还会。还会给到我四万一条吗？会啊，贵的。我不相信。贵的，你说呢？四万一条吗？我一手拿呀，一手拿肯定是给四万。那你现在一手全拿了吗？现在我不好放，你看我包这么小都放不下。没事，我送过去。我谢谢你。别想忽悠我。双 Q， 我谢谢你。别想忽悠我。我先去取这一条。六万嘛。六万，必须六万，一分不少。对。哎，你看，好家伙，四万哦，好家伙，写了个四。编号四。四万底是吧？三万八。你骗我，三万八，四万的是料子，想卖六万，三万八给你，让你吃一次亏。不行啊，真卖不了啊！你太让我伤心了，作为我的姐妹花，你竟然想着赚我的钱，快点，快点，手机都拿出来了，快点。输啊输啊！哎呀，不转我走了。回来吧回来吧，卖给你了，把钱转过来。真的是拿你当姐妹，竟然想赚我的钱。哎，拿吧拿吧，哎。哎，不愧是我姐妹花，你看看多爽快是吧？祝你生意兴隆啊！最终以三万八的价格成功拿下，走，收去。今天琳琳休息摸鱼去了，那就我带大家看一下起货。那整条手镯在自然光线下呢，光感非常的强，整圈颜色是有一种湖水蓝渐变下来，有一种半山半水的感觉。那上手呢也是清爽又干净，而且还不挑肤色的哦。